要剑花，我先做一次示范。好，转圈，转圈，滑剑，再转一次，二三四五，二三四五，滑剑，再看一次，转圈。好，首先这个要会抽剑，你看，放松抽，放松抽，转过来，放松抽，好，耍帅用的，二三四五。滑剑，这是以前我无聊的时候，每天都在玩剑玩剑，就慢慢的就知道耍剑就是这么一回事。OK， 首先这个剑拿着以后，向右旋转，向前倒下来，翻掌，掌心朝上，后三指勾住，好，勾住以后向内翻，它就是刚好背剑了。好，再看一次哦，一向右，后三指勾住，向左倒过来，大拇指放开勾住，好，会了以后。再返回来，大拇指从旁边勾住它，绕一个圆接回来。那当你慢慢的动作顺了以后，就可以像我这样连续做，就会越来越好玩哦。哦，向右打花回来，再看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滑剑，你就可以越转越多圈，越转越多圈，哦，去随心所欲的去玩很多的角度，啊、哦，有没有？还可以换手接。一样的动作，一样的动作，拉回来，换手接，滑剑，抽剑，转，二三四五六，滑剑，二三四五六，二，转转转转，收 ，OK， 你学会了吗？